哈哈哈！老铁啊，你知道这是啥吗，家人们？看，这是我海南的大哥给我弄过来的啊！看，哎呦妈呀，这啥呀？大乌贼！哇塞！老给劲了！特别筋道，家人们，真的，我第一次吃，吃过鱿鱼，但没有吃过乌贼。哇塞，这可以洗衣服，很好吃。小芝麻老铁。